看你们刚刚都说到了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，你们要不要现场给我们演绎一段？演演吧。嗯。所以小宝觉得哪场戏？你觉得甜吗？最甜的一场戏是小宝不能看的戏。我们演那个求婚的那个吧。这是免费可以看的吗？必须得拿个手环。有。拿一个。弄一个手环。要我用我的戒指。你那是15克拉的吗？哎，这个可以。你这个哇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高甜 action。我现在也并不想跟秦医生谈恋爱，我只希望秦医生能够不再拒绝我的求婚。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。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哦哟。